因为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赛车，其实很多男孩子应该小时候梦想都差不多，就是希望能够赛车，或者希望能够买一台自己喜欢的车。那从小就对这个事情有很大的这个兴趣。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车主，我自己的保时捷其实也是有各种各样的。你刚刚说赛车两台 GT3R， 然后街车，我经常刷圈子的 GT3RS 对吧？然后新的 Turbo X， 然后凯宴，然后 RS 我有很多，对，所以我自己是一个车主。对，当然我是一个保时捷，我很适合推销，确实很适合推销。对，我可以多一个职位来那个卖车。但是实话实说，我是一个就是实打实的一个保时捷的一个粉丝。对，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，因为对于我来说，车其实就是性能驾驶是第一位的，是一直放第一位的。所以说这个缘分本来就已经是很足了，然后再加上我突然之间想要尝试赛车了，那其实保时捷是能够给我最好的这样一个支持的一个平台。